这里就是纪念中塔，背后这个是他们一个老的火车站。现在我是站在这个中塔底，爬到顶上去看一眼。我现在要去爬这个中塔了，看这里有个楼梯，但是他不让我走。我现在已经到达了六楼，就是它的顶楼，火车总站。它的一个火车总站。每层的窗户玻璃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我现在走下来了。走到了他们那个小彩房子这里了。再看一眼这个小房子啊，雅典人书店，感觉这里真的是像个书店啊。雅典人书店的大厅，这是大穹顶。灯火辉煌的，看一下这个大穹顶。坐电梯下去，看一下下边这次，还蛮酷的哦。雅典人剧院的内部。大家是可以坐在这儿读书的。雅典人书店的二楼感觉更好看。这里是雅典人书店的三楼。雅典人书店的一个展厅，现在雅典人书店的三楼。走到了这家牛排店，去试一下。看这个菜单，嗯，他送了我一个小小的，我的牛排来了，1887年建的，上面那个各种雕花，然后顶上这里还有他们阿根廷的一个特色的这个博物馆以前的老照片，以前那个旧的水龙头，哇，这里好看了，哇塞，马桶水管陈列室。这花花绿绿，25.5公斤，收了5K。4:30晚点到了6点了，还是一辆737。看一下这个机场，是大巴票的。拍一个我们车的样子。乘客俯瞰全程。9:30到的，现在11点了。酒店的夜景，感觉背后的小房子还挺好看的。现在的温度就是穿短裤贼舒服。好多枕头啊！